诸位同学，请看聚其因缘寄送的第三首。菩萨去向一切智，勤修种种自在力，无量愿海普处生，广大刹土皆成就。在前面一首是说明众生与菩萨同级善根，说明无量无边的刹土真因，这里头主要是说明凡圣同居土的因缘，如果没有共业，凡圣不能够同居，必定有共业。菩萨善根深厚啊，不造恶业啊，凡夫大概都是善恶业同时都造，三善道的人善业多一点，恶业少一点，三恶道的人呢是恶业多一点，善业少一点。所以六道里面呢，这个六道的国度啊，众生与菩萨常常在一起啊，众生要靠佛菩萨来教诲，佛菩萨要跟众生在一起啊，以取得教学相长啊，提升他自己的境界，这个意思在前面呢统统都报告过了。那么这一首呢，这个第三首呢是诵前面的第四句，成一切智自受用途的因，四句前面两句是因，后面两句是果啊。菩萨去向这个去于一切智，勤修种种自在力，这个地方所说的一切智啊，因为它是寄送，这是七言颂，每一句七个字啊，这个一切智就是一切种智啊。佛经里面讲智有三种啊，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啊，这个地方的一切智是一切种智。那么也可以说呢，这一句啊把三种智啊都具足了啊，一界十三，三界十一。如果是一切智，大概都是专就本体上说的啊，道种智呢是就现象上说的啊，一切种智是从
作用上说理。啊，我们把这个三种智配成体相用啊来说，就很清楚了。啊，一切智之空，啊，万法皆空啊，无有自性。无自性的心就是真如本性，用空这个字来代表啊。为什么用空呢？不用其他的字呢？啊，因为无自性的自性啊，真如本性啊，它不是物质，我们六根呢都缘不到，眼看不到，它真的遍一切处啊，无时无处它不在啊，它是一切法的本体啊，见不到呢就说空了，也听不到啊，也接触不到，想都想不到啊，所以叫空啊。般若心经里面讲的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空不异色，色不异空啊。空是讲体，色是讲相啊，这个相是从体生的啊，能生的是空啊，所生的是色啊，这个里头意思很深。能生的是空，所生的色相哪里会真有呢？你得明白这个道理啊！啊，众生。无量无边的烦恼习气怎么来的？造作无量无边的过失罪业，这又是一回怎么事？什么事？如果在佛法里头稍稍有一点欺辱，大致上啊就可以明白了啊，都是迷失自信的空相啊。啊，我们换一句话说，不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啊，宇宙人生真相是什么呢？般若经上讲的，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这才是真相。啊，所以在现象里面，你要晓得那个相，当相即空。不是说相没有了叫空啊，相在也叫空啊。啊，我们拿一面镜子，啊，照外面的这个景观，啊，你看看山河大地不都照在镜子里头吗？镜子里有没有山河大地？没有，这个我们知道。啊，不照它的时候里头没有。正在照的时候有没有呢？也没有啊，镜子还是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啊，那个照不过是光的反射而已啊。从镜子里面照东西，你就体会到佛在般若经上讲的啊，无所有，不可得，毕竟空。啊，这个镜子这个比喻，我们容易懂啊。现实的境界
一佛如是，这就很少人懂得了。啊，把这些假象啊当作真的，啊，在这个里头起心动念，啊，想控制，想占有，这就生起了妄心了。啊，这一种自私自利、名闻利养、啊，五欲六尘、贪嗔痴慢那些念头，那个念头是妄想，不是真的。啊，真性里头啊，绝对没有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怎么来的呢？迷失了自信。生起这些东西，这个东西是染污啊！啊，这个东西叫烦恼啊！久而久之呢，就变成习气。啊，招来的麻烦就是六道三途。啊，你看看，把一真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变成地狱恶鬼出生，啊，六道从哪来的？三途从哪来的？就是这么来的。你总得把因搞清楚啊！啊，因缘搞清楚了，那我们就有办法处理了。我们堕落在三途时间很长了，三途之苦，苦不堪言。啊，我们今天这的人生呢，在六道里面受这个苦难，现在出头喘息一会喘一口气而已啊！如果这个时候要不自觉，这一个跟斗啊又下去了啊，没有离开六道，肯定在三途的时间长啊，在三善道的时间短了 啊，这是肯定的。我们跟诸佛菩萨都生都接了，确确实实有共济善根啊，所以佛菩萨跟我们有缘呢 啊应化道世间啊，也是我们自己的缘成熟了啊，我们自己什么缘呢？欢喜接受啊。啊，真正肯发心依教奉行啊，这是我们的缘成熟了。我们缘成熟了，就有感啊，用不着我们去恳求佛菩萨，用不着啊。哎，只要我们这个缘成熟了，就是欢喜接受。啊，认真依教奉行，佛菩萨就来了嘛！啊，佛菩萨来了多少呢？哎呦，太多太多了！啊，几乎啊，六根所接触到的全是啊！啊，我跟诸位说，这个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缘没有成熟的人跟缘成熟的人坐在一条板凳上，手牵着手，两个法界啊，不是同一个法界啊。那个缘成熟的人啊，感觉的所有都是佛菩萨。缘没有成熟的人的时候，
所有都是凡夫。啊，也就是说，两个人虽然共同在一起生活，啊，亲密就像夫妻一样吧。啊，谚语里头也说，这个夫妻啊，同床异梦啊。同在一个床上睡觉啊，两个人各做各的梦，就这个意思。啊，两个人虽然生活在一起，再亲密，两个人境界不一样。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能体会到觉悟之可贵。啊，事出世间。所有一切荣耀啊，珍宝财富啊，爵位都不能跟觉悟相比啊！你入得了这个境界，不要入多，如果一分两分。你就真正体会到啊，方东美先生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啊，你能体会到啊，啊，在这个境界里呢，万缘放下了，一尘不染。用自己的慧眼看一切众生，芸芸众生，夜莺果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功夫再深一点，你能看出众生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这个时候你会跟诸佛菩萨一样显得那么冷静啊，为什么不帮他一把呢？你看到他语言没成熟啊，语言没成熟帮不得了，越帮越忙啊，你要随其自然，为什么呢？得消业呀！啊，他造的恶业，他必须受果报啊！受果报是消业啊，中国国内有些同学来告诉我，啊，有人呢，恶意障碍道场，处处找麻烦，啊，两三年之后呢，他得了个怪病，不到一个月就死了。死得很凄惨啊！啊，有人说这是受护法神的惩罚啊，确有其事啊！啊，我在大陆的时候，听到不少人跟我讲。文化大革命的期间当中，许多这个红卫兵呢，破坏寺庙南堂，啊，破坏这些神庙，啊，
这些带头的人，去破坏的人，绝大多数现在都不在了。他说真的有果报啊，大概就是在一年不到两年，这些人都走了，而且走的都不好，狠死。所以这不是迷信啊，冷静细心去观察，你会看到因果报应是真的，不能不相信啊。口里面说不相信因果，心里头无所不悔，果报现前，后悔莫及。印光大师一生当中极力提倡因果教育，我能体会到他老人家一点的意思啊。今天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用佛法教人，用儒道教人，都来不及了，因为那有很高深的理论，你讲不透彻，人家听不懂，不能接受。因果最有效啊，讲因果的报，这个道理，讲因果的事实，然后再看看现前那些果报，那些实际的例子，叫人不能不信啊。因果报应的例子，中国很多，外国也不少啊。我现在托一些朋友在外国尽量来收集。外国的报道比我们中国报道要详实。那个当时的人姓名，他住在哪个地方，年龄多大，从事什么样的行业，都交代得很清楚。确有其人，确有其事。西方人现在相信因果轮回的越来越多了。早年我在美国的时候，加拿大那边的同学告诉我们，他们那个地区这个基督教堂，他们那些人相信因果轮回，这些基督徒给他们讲，你们佛教讲的轮回是真的，他怎么相信的呢？他是因为看到了，接触到了，许多是从灵媒里面见到的，几乎大多数是从催眠里面见到的。催眠的时候意志集中，听催眠师的引导，催眠师问他的答复，
醒过来之后，他自己完全不知道。但是催眠期间当中给他录音，然后把这个录音带打开放叫他自己，能够叫一个老年人回忆到他的童年，到他的出生，然后追溯到前世，甚至于再追溯到再前世，发现有许多人从人当中来的，有许多人从畜生当中来的，有许多人别的国家来投胎的，还有少数，这不是多数，不是我们地球上的。他们说，外星球来的，来投胎的。叙述他前生在那个星球上生活状况。英国的教育重要。对现在的人啊，也非常奇迹。我们的学院确确实实要培养几位专门讲因果故事的。到各个地方啊巡回讲演啊，补助了凡四训感应篇教学之不足啊，这是初步，你能够明白了，能够接受，能够相信了，以这个基础你才能入佛法，不相信因果报应不能学佛了。你说华严经讲的这个境界，那他怎么能接受啊？世界很大，他也许听了能点头，你说世界有重叠，他不可能相信啊。说一个毛端里头有世界海微尘数的刹土众生，他怎么会相信那不可能的。先相信因果教育，从因果教育里面劝导他断我修善这样一来能保人身你来生不堕三途，这个在佛法教学里面小有成就算是有成绩了，这个成绩并不很高但是一般讲说可以及格了能断恶修大善，果报升天呐！佛法里面讲，升天是上品十善，中下品的十善呢，在人道上品十善呢，像天福天有很多很多种，它在哪个天呢？在欲界天上品十善生欲界天，
再往上去呢，再往上去啊，得修禅定了，修清净心了。心净在佛土净啊，跟诸位说，六道三途都是佛土啊。佛为什么还现三恶道呢？现三恶道是帮助众生消业障的，消除罪业的，你像人间有些这个人间的领袖啊，这个古时候的帝王，好皇帝啊，仁王啊，非常仁慈。那国王为什么要设很多监狱呢？那用意在哪里呢？惩罚恶人，这个是凡夫的见解。觉悟人的见解呢，知道替这些恶人消业呀。对的呀，他的罪业消除了，他就是好人呢。三恶道岂不是菩萨在此的示现，为一切众生消除罪业的设施吗？是真的菩萨也在其中啊。菩萨要教恶鬼，他要现恶鬼身啊。菩萨要在地狱度众生，他要实现地狱身啊。菩萨要教化畜生，他要现畜生的同类身啊。佛门有个小册子叫卧有如此啊，这一本小册子里所记载的动物学佛啊，菩萨应化在动物里头啊。你要说这是什么原因呢？菩萨跟这些众生过去生中同积善根，他们有缘啊。现在虽然他躲在畜生道，躲在恶鬼道，或者是躲在地狱道，他缘成熟了啊，缘成熟了，他能接受，他能忏悔，他能改过啊，所以菩萨无处不现身呐。佛教啊，现在在各个地区啊，这个金蝉佛寺很多啊，金蝉佛寺里头有堰口啊，大家常常见的，放堰口的时候，堰口台的对面一般呢都用纸扎一个鬼网清灭了呀样子很恐怖。鬼网啊，那是什么人呢？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在鬼道里面现鬼王的身份，在度化众生呢。这个里面最重要的语言啊，语言一定要成熟。所以我们不仅是一生啊，要记住生生世世与一切众生结善缘，决定不能够结恶缘啊！善缘呢，生生世世是互相帮助啊！恶缘呢，生生世世互相报偿啊！
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真正懂得这个道理，了解报应事实真相，我们心地纯善了。佛教导我们，不念旧恶，不憎恶人，我们从心地上落实了。你看一般人对于人作恶非常讨厌啊，那什么情绪化啊，不了解事实真相。了解事实真相之后，你要知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啊，譬如我这个身上，我身上哪个地方有痛痒了，这就好，这一些众生造恶业，这有痛痒是不是立刻把这块割掉丢掉呢？不是啊，你还很好好的关照他，去找药来敷，让他慢慢恢复，你不这样的吗？虚空法界刹土众生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呐，化身的一部分呐。他出了状况了，有了病痛了，一定要帮助他对治，要把他医好。所以教育一定要懂得啊，教育扮演的在这个社会上是什么样的任务这个不能不懂啊，是帮助恶人变成善人啊，帮助坏人变成好人啊，帮助愚迷转变成智慧，帮助凡夫成圣成贤，这个是教育。事出事情，大圣大贤，教化众生的宗旨如是啊，目标如是啊。尤其是宗教的教育，真正是人类的快报。我在认识佛教里头讲的，佛教是释迦牟尼佛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对九法界众生，那就是今天讲的多元文化嘛。多元文化究竟圆满的教育这个里头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向好一切皆圆满，到哪里去找啊？非常可惜，现代社会的人对这个教学认识的人太少太少了为什么少呢？
不接触吗？学佛的人多，出家的人多，这些学佛的人、出家的人也不接触经典，那这就没法子了。不像从前学佛的人啊，一个世纪之前学佛的人，也就是100年前学佛的人，都研究经教啊。无论在家出家，经典一些道理，他都明了啊。越往过去推，300年、400年、500年，越是远古，对于这个修学研究越是透彻啊。古来这些祖师大德了，我们看看他们的著书你就明了了。《华严经》、清凉大师的疏钞、李长者的合论、方东梅先生说，这是我们民族的快报。他要不是在这上下了功夫，有了正确的认知，为我们后学介绍，我们哪里知道这个东西是国宝啊？摆在面前不识货真叫有眼无珠你说可怜不可怜？经常常讲可怜明者不知道这是宝啊。包括所有大乘经论无上的法宝，古时候人知道现在人迷失了这个迷失是有原因的。中国从咸丰之后国运衰微这个地区战乱频繁，人民流离失所我自己亲身受的这个灾难14岁我就是流亡学生了一个人离开家庭抗战8年，我是两条腿走路走了10个省呢大江以南我走遍了所以我看到人间的疾苦也因此激发自己的悲心生在这个时代现在人没受过苦没有这个经历因此他也得不到启发古圣先贤的
学说没有人讲了，也没有人照做了，完全迷失了。这是真正使有知的人感到忧虑啊！最近的中国的八老赵朴初先生带头啊。提倡儿童读经，恢复民族传统的道德文化，这个议案提出来了。没有结果，现在听说八老只剩了一位了，其余的七位都走了。如果这个事情要不积极的做，再过5年10年，中国传统文化可能在这个世间绝灭了。那要看外国了。外国人现在因为他们遭遇到的困难，西方文化不能解决现代社会问题，所以他们有相当的觉悟，回过头来到东方来找。现在他们对汉学越来越重视，许多著名的大学都设有汉学系，研究东方，古代中国跟古代印度的文化，希望在这个里面找到挽救21世纪疑难杂症的。这首偈子里面第一句是菩萨修学的总的目标，求智慧啊！只有智慧才能解决问题。所以方东美先生把这部经书看作是佛家的哲学概论，一切智本体论啊，了解宇宙万事万物的根源，他以这个目的，勤修种种自在力了。这个修学如果不能得一切自在，你学得干什么？什么是为什么会自在呢？智慧开了就自在了嘛。智慧不开哪来自在呢？要怎样开智慧？要修禅定啊。
因定开慧。啊，禅定到有一定的水平，智慧就开了。定功越深，智慧就越大，啊，越高。那解决的问题就越多越广啊！如何能够修成禅定呢？那就要懂得方法。这个方法称之为戒律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由此可知，禅定是开慧的手段、枢纽。啊，戒律是达到定的助缘，所以戒律是手段的手段。我们一般讲啊，你开智慧入门，入门就是守规矩守法。你要不守规矩，不守法度，你的心怎么能定得下来？啊，古圣先贤给我们定的这些方法，啊，这些制度。你要晓得，经过多少年了，多少古圣先贤及他们的智慧经验之大成写下来的呀，绝不是一个人呢坐在房间里随便想几条写出来，不是的呀。啊，集一切行圣、智慧经验的大成，我们依照这个方法去做，肯定有效果。地心法师所讲的，肯定有好处。持戒的好处，得清净心；得清净心的好处，开智慧。智慧开了的好处，你得大自在。你得真正的解脱。道理在此地啊！无量愿海普出生呐、智慧不开，你发的愿，那个愿靠不住啊！你的誓愿靠不住，为什么呢？不能兑现啊！假的不是真的啊！在发愿的时候，好像是挺认真的。发完之后啊，都忘掉了。天天在佛前面发佛一样的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你是发了这个愿呢？发了不少次啊。你是不是有度众生的念头呢？没有啊。你还讨厌众生呢？你还嫌弃众生呢？哪里有一点慈悲心对众生呢？烦恼无尽誓愿断，你也发了不少次的愿呢、你有没有真的有个念头要断自己的烦恼呢？自己烦恼，贪是烦恼，嗔是烦恼，愚痴是烦恼，功高我慢是烦恼。你在哪一条烦恼上你认真去断它法门无量誓愿学，哪一个法门你认真的去学过
啊，敷衍塞责都不是真的呀。啊，所以人家说我们不是真的，说我们是假的。我们自己反省一下，啊，不要去讨厌别人。哦哟，他在挖苦我，他们在骂我。啊，你不要这样想，你认真回过头来自己反省反省。哎，你是在真干，你还是自己欺骗自己，又欺骗一切众生，还欺骗诸佛菩萨，那不是干这个事情吗？现在时间到了，这首偈没讲完，啊，我们下一个终点的时候，再继续再讲。